在社交平台晒出岳云鹏参加孙越综艺节目的视频，视频中岳云鹏身穿黑色的羽绒服，跟粉丝们热情的互动，粉丝们也是热情的询问小岳岳的身体状况，小岳岳则表示好了，并反问粉丝们好了吗？在听到粉丝们还没阳的时候，小岳岳也是立即的转身离开，怕传染给粉丝。不得不说，小岳岳这一暖心的举动感动不少网友。要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你们好了吗？好了吗？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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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而且在自己冷的同时，小岳岳也不忘提醒粉丝们，拍一会就回家吧，身体重要。小岳岳你好，我喜欢你了，小岳岳。冷不冷啊？冷啊！哎呀，冷啊！就拍一会儿就回家吧，好吧？他那已经不冷了。对，确实太冷了，这个大家别感冒了。不得不说，小岳岳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如此的接地气，为粉丝考虑，小岳岳真是太棒了。而且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小岳岳真的是瘦了好多，脸都变小了。据悉，小岳岳参加的孙越担任主厨的一档综艺节目，不得不说，小岳岳和搭档孙越之间的关系真是好。之前小岳岳和孙越就做了一档越努力越幸运的综艺节目，如今小岳岳也成为综艺节目的首期嘉宾，为孙越捧场。不得不说，还得是亲搭档靠谱。当然，更多的网友还是关心今年的春晚到底有没有岳云鹏和孙越，这个还真不好说。毕竟首轮彩排已经结束，但是语言类节目只出现了一个，具体什么情况还真不好说，只能等待除夕那天才能揭晓。也有不少网友表示，不管能不能上央视春晚，反正还有河南卫视打底呢，在央视春晚看不到小岳岳，在河南春晚一定能看到。还是一起期待小岳岳在河南春晚能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精彩演出吧。